应该是我的同学庄梦学，他是也是我们刘老师的高徒哈，他是现在是三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哈。那我们请他帮我们讲几句话，跟你讲好话，等等我等一下给你爆料。局长，那我们刘正奇总局长，我们刘老师江委员，然后陈老师，我们加上的同学，来来到我后面来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的校长是不是在这边？加上校长在这边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乖一点嘛，麦克风啊，有的站到这边来啊，我坐后面，后面的也可以来，你要不要上家乡？我们家当同学今天二十几个，我们班上哈，我们班上校长，我们是，对，现在我们家在郭校长，校长好，我们班上哈，总共几个人啊？42，那我们来说12个啦，好，今天大概来了二十几个人嘛，好。我们班上大概有一半以上是在上大学上研究所的，所以以前啊，我们广告设计科啊，我们像刚刚你们广告杀鸡科，然后你们他刺激我们广告科最没有用最后一个事业，不过好意思，那科美牙科跟广告最后一个志愿嘛哈，啊，其实我们班有一半是第一志愿进去，那。在我们老师的熏陶之下哈，那是我们王俊梅老师，哎，我们郭文老师啊，王俊梅老师，在我们老师熏陶之下哈，那同学大家也都很努力，所以在很多竞赛都拿到不错的成绩。好，那大家毕业以后，在各个单位也都很努力很用功，我们的同学大家职业都相当不错，当老师的不少啦，然后在瞬间升数的也有啦。好，那在公家机关的哈，他有的也在保险金融单位做到很高的职务，像我弟弟这个，你一看就知道了。所以算是没有给我们学校漏气了，对，没有漏气了。所以啊，我今天特别叫我们会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我们郑品煌哈，关同学哈，关同学感情不给他爆料了。关同学同学也那个。昨天晚上打电话给我说，啊，叫刘院长，你一定要跟阿平讲哈，祝他展现成功，因为他在花莲没办法来。那我那个同学是被他陷害的，那个怎么陷害法？在英内课的时候，因为老师很凶哦，结果他出怪声，那个同学被刮了一个巴掌。他现在他最近才自己讲出来这件事情，那个。我那时候不能讲说你打错人了、啊，就老师打错人了，打到刘元凯，不过他大概也忘记了哈，这样子。那么郑炳煌老师，他从高中就很坚持画画，其实大家看到写实功力，从高中就开始在滚用。那在我们班上，他也起了一些代表作用，因为伊连高一高二的去七连阳打工嘛，那回来有。给我们一些观念，所以我们班的同学在建筑设计上面啊，在画画上面都有充满不少的影响。对啊，当然他也是我的分工啊，因为我毕业之后，我不想要干什么都让朋友去考试，所以我还进那个台湾一专啊，然后来研究所也是他帮我的啊。那么前几天他又住我家。好，那个人那里画了一张三只的樱花，那我家我强迫他画，因为去我家他画了第一张，我说你要再画一张，对，那张樱花是我们现在三只，哦，大概过在一个月可能会是盛开的时候，啊、哦，你们看我这一生就知道谁去画谁来，这样说啊，请看呢，我家是画哦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一个人啊、哦，一辈子做一件事情。要做得好就 OK 了。我跟他在一起念大学的时候，他也是很用功的在画他的写实，所以他素描很棒哦。他大家看到他在学的那个呈现，而他的
素描哈，你看到石膏像，你看到石膏像画出来的质感就是石膏像，你不会想到别人的。它的质感真的非常的好，你看，都是石膏像，而且不会洗碗，一张石膏像画一个月两个月，那是有的事情。所以他们去念那个台北艺大，以前是里面叫艺术大学的艺术学院，他真的很努力，就像跟李光义老师学。那当然，在整个学习过程里面，我们都让他坚持，因为其实以前说真的，广告设计是没有人要练的啊。但是大家在里面，我们在学校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空间。以前哦，加油功夫，那都只能把一句三遍了。秒变哈，潜水吗？可能都比较会，加油功夫只能把一句三遍哈。我们都比学生啊，哎，我是啊，一上课大概一点我就。开拔一百公里啊，他的绑鞋要等来，他说反正滑就快乐的嘛，是快乐的。所以吼、哦，我伫遮吼，我嘛感谢阮学校有一个这么多空间啦吼。啊，当然今天看到，大家看到这么黄的图，你就知影我以前在遮山头咧，做这么多的教育，给阮的，给阮大家吼，这个领域顶端就当来这么多去拍拼啦。不管伊未来从事绘画无，还是伊的工作范围吼。像阮遮嘛有迄个像孙中山董事长，伊就是拢咧做迄个议员，这样个吼，伫咧南国也是做得非常的成功。所以，阮遮同学吼，伊来遮嘛，就欢喜来参加咱这个聚会。啊，我因大年纪大汉个，其实三十年前啊，家己嘛改变真济吼。然后有遮尔啊好个空间，互大家来分享，我是感觉是真好个代志，咱继续拍拼。但是这个建议吼，这个指标可能在做到前缀。我刚刚送我们老师来嘛，我想说年纪大了，也许会是给他下次比较好进来。我照顾得好一点。那这部分得跟局长建议一下，不要让我进来。那我相信这样的空间在台北也很难找得到啦，我在台北也很难找得到。这么大的医院的病房空间，实在是出下一点的限制了哈。所以。而且过年的时阵，我嘛祝大家吼新年快乐吼。啊，然后咱家里吼也是个应餐嘛，啊，家里大家过到正月吼快乐愉快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可以，真的有爆裂大。